快来瞧，快来看啊！大瓶放进小瓶里面，直接奖励2000块钱。这边走，这边看啊！发家致富的好门路来了。大瓶放进小瓶里面，直接奖励2000块钱。走，兔兔，带你去钓鱼去。好啊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发家致富的好道路啊！大瓶放进小瓶，奖励2000块钱。哎，这个美女，来过来看一看。这么好的赚钱机会，千万别错过，给20就能赢2000块钱，发家致富的好道路啊！干啥的呀？把大瓶子放进小瓶子里面，就奖励2000块钱。有这么好事？真的假的？千真万确，帅哥，你们先试一下，玩一下20块钱，直接奖励你2000块钱。要不玩一次，帅哥？这瓶子还挺好看的，哥，你给我买一个回家吧。小姑娘，我看你长得也漂亮，也挺聪明的，咱们这是玩游戏的，可不是卖的，知道吧？能试试不？20块钱一次，先付钱才能玩。那都不让试试，我怎么知道能不能放进去？千真万确，帅哥，你不信试一下，玩一下20块钱，直接奖励你2000块钱。要不玩一次，帅哥？不就20块钱吗？来，给你。收你20啊，帅哥。嗯。妹妹，不要捣乱，看哥哥把他的2000块钱给你引过来。帅哥，咱这规矩上写的清清楚楚的，是把大瓶子放进小瓶子里面。你看看你，把小瓶子直接落到大瓶子上面，这肯定不行啊。嘿嘿，那这样总可以了吧？来，亲，帅哥呀，我的游戏是大瓶子放进小瓶子里面，不是大瓶子放在小瓶子上面，你这也不对呀。你这样能放进去个啥呀？哎呀，你这不是骗人的吗？这个口这么小，这个这么大，这哪能放进去？不是帅哥，是你没有看清楚我的规矩好不好？哎呦，我咋跟你说呢？哎，算了，不玩了，你这都是骗人的。走，兔兔，带你钓鱼去。骗？什么叫骗？哎，什么都不会，还说我是骗人的，嘿，哎，这钱来得也太容易了，哎，哥，你咋把那20块钱给叔叔了呀？那个叔叔就是个骗子，咱不理他，啊。来来的，北方的。香港的、深圳的都过来瞧一瞧，看一看，大瓶子放进小瓶子里面，直接奖励2000块钱，看一看，瞧一瞧啊！哎，妹子，别摸别摸，干啥呀你？你说你这丫头这么大了还这么淘气，咱还得赔人家钱。哥，你不用赔他钱，他还要赔咱们钱呢。哎，你把我瓶子摔碎了，是不是得赔钱？
哎，小朋友不懂事。你这个多少钱？该赔赔你。我这瓶子可是金刚玻璃的，给你算1000块钱。我身上没有这些钱，没有2000，那就给1000，快给我！赶紧给钱，给钱！我就这500块钱。哥，我们走。走。哎，没想栽到一个丫头骗子手里了。哎。